家好，我是四年八班游之贤，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我的作品《台东好好玩》。今年暑假与家人一起去台东玩，三仙台的八狗跨海大桥，卑南乡的富山富渔区的金柱渔区，鹿野高台的国际热气球街，与媲美全台湾最美的太麻里乡多良车站等美景，启发我创作主题，并用色彩缤纷的水彩颜料画下每个景点的美，希望透过台东好好玩吸引大家一同前往台东游玩，一起看见台湾的美。谢谢大家。